小慧回来了。多少年没跟你爸爸说说话了。回来，姬小慧，几年不见，孩子都这么大了，你呢？王喜，带我一程吧。小慧，小慧姐，我是吉健啊，以前总在那你后边转。好像是有你这么个人。以后啊，我都走你前边，免得你记不住我。我要这张照片。从小啊，就爱跟着你，你到哪儿，他到哪儿，还颠儿颠儿的。轮到你了，唱什么呀？那首最动听的。奶奶很好，总该给孩子们留下个好印象。这才是一张真正的全家福。家里呀，总该有个男人在，把他穿上。奶奶最大的心愿就是你能早一点穿上这身格格服出嫁。我准备走了。秋天一过去，美景就都该走了。应该是幸福吧。它让我们每天都充满了期待，教会我们如何珍惜。